造诸恶业的，闻我名转念受持，我当现一身。
上庙因此抱住其身后以化为毕竟安乐而见地之地是二大愿愿我来世的菩提是落足有情平无以我闻梦安乐昨夜必到过梦我命转念说此如其说好记得种种上庙以无余的一切宝转眼去化满图像不悦种子随心说完皆明满足满足是你是为彼是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应真本皆心菩萨道是说话是而为妙上愿不自传书是你彼是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心菩萨道是说话大愿即彼佛度功德转眼我若一切若一切欲说不能尽难彼佛度一向清切无有迷人一无恶趣其故因生琉璃为地今生皆道成皆功德宣传罗网皆其宝尘一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转眼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而菩萨摩诃萨一明日光遍照而明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者上说是不破除其难持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真化宝藏是不满出世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言尊彼佛世界二世世尊不告满出世利童子言满出世利有诸众生不是善恶为坏贪念不知不是即是果报于此无知却于心更多积财宝金家说不见其者来其心不惜舍不过意而行此事如歌声柔声声同喜不要无量千贪有尽其其自在于其自身上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做事俱来其者必足有情从此命终身而归结或傍身去游戏人间真的掌纹又是琉璃光如来明不尽在而且占得一念彼如来明即一念是从彼出没凡圣人中得出明念为而去故不要娱乐好心会是真但是这一切所有喜无贪心见此善能一头目受诸血若生分是来求这狂语在无无此满书是利若诸有情随意如来说诸邪诸恶过失若有谁不过失若而过罪者由于失落罪者随得度外生会增减有谁不会增减而且多闻于佛所说其今生亦不能解了有谁多闻而增三满有增三满不必行不自私会大心方丈化为魔般当如是与人自心邪见无力无量极致有情多大贤根自私有情因于理于方生归去流转无咎如的文字要是琉璃光如来明当便是恶心修思三花不多而取舍又不能舍诸恶心修行三花多而取则以彼如来本愿为利益之现前暂闻名号从彼名中还生人去得真见经济三条一的便能舍家去也回家如来花中受持写出无忧悔患真见多闻皆生生意力真善满不报真我不为魔伴见自修行诸菩萨满殊的圆满无自满殊是利落诸有情简单嫉妒自在回他当多善恶去中无量千岁受诸疾苦受疾苦一种比命中来生人间左牛马脱离恩被鞭打即可比到有丈夫中自在恶心佛的为人生去下见着人奴被受他取于恨不自在若昔人中曾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明道由此三因经不一念之心归依依佛身灭终不懈多足根从彼智慧多闻恒久生花长以善要永断莫见佛无明觉皆烦恼和
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愁苦恼，无知满处是劣多，诸有尽好习怪的根相，都受恼乱自他一身语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忏悔苦恼，一时无效魔害，高造善念，书中增生杀诸众生，取其邪罗祭司要查罗查婆等出愿人民做其形象，一而作十而作主之愿美苦道中，其实归临尊秘密即坏其身，是诸有情若得文字，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必作二十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其自心利益，安乐不生恼，以及现恒心得个观月，以自所说生于悉处，不相信命佛围绕，以不知满处是利落，有时中彼处彼处利，无婆说家无婆说家，即于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有人受持八魂斋戒佛经一念佛，护善业受持学处，一次三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说定闻正法而为定正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即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士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塔化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是八大菩萨乘空而来，是其道路，即一毕皆种种杂舍，从八化中自然化身，拥有云此三一天上，随身天上二本山根，因为穷尽不能脱身，足以恶趣天上受尽凡身，人间或为轮王，从舍是作为得自在，安利无量百千有情于世善道，多深刹利离婆罗门居士，大家多饶财宝藏库，因以形象端正眷属居住，聪明智慧有见为门，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杂心所思与佛不护根受女身，护持满殊是利彼，要是琉璃光如来的菩提是有本愿力，观处有情与众病苦受怜感，消黄热等病或悲咽美苦吐，说中佛陀断病或是恒死于临时等病，小处所求圆满是彼时真如上摩地名也，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义，彼如即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耶，南无婆伽梵提毗沙瑟俱卢毗琉璃婆那波诃那世耶，昙他揭陀耶，阿那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自达阿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诃，南无婆伽梵提毗沙瑟俱卢毗琉璃婆那波诃那世耶，昙他揭陀耶，阿那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自达阿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诃，南无婆伽梵提毗沙瑟俱卢毗琉璃婆那波诃那世耶，昙他揭陀耶，阿那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自达阿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生，并不起诸所爱。
烧香互相说中祝也供养心香与自金蝶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手指灵魂情意与笔画是英雄供养一切所有之身自己心皆是与无灵化烧如是天空诸佛护念所求愿来自菩提二十曼殊室里童子白佛言此子我当时于上化转世于种种方便令诸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得欢思这药师琉璃光如来明和乃至水中一等佛名绝无其二十字是若自说若教人说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土香木香烧香花满璎珞幡盖金叶而为供养以无舍在坐囊身子扫洒净除辐射高坐而用安处而是十大天官与其绝书记于无量百千众皆一起说供养受护世尊若此经宝流行之处有人受此一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当知是处无不恒顺亦或不为诸恶鬼神多其精气舍意落者方得如故身心安乐佛高满说是理如是如是如如说说满说是理若有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供养的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云天造地比佛心相福清净浊而暗处之善种种花烧种种香一种种创幡庄严起初七日七夜说八分斋戒四清净四早与相接着清净以淫声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与一切有情其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自心不越各赞有饶佛像福音念彼如来本愿功德诸诵此经是为其意愿说开始虽说有救一切皆随就长寿得长寿求不饶得不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佛有人不得噩梦见诸恶相佛怪鸟来即佛与诸诸百怪出现此人若以宗庙自己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因莫不能违反佛有随佛道度现前者相师之父郎兄弟不舍而邪无功有言文盲等不若能痴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不为皆得解脱若得不勤劳盗贼患难一念恭敬彼如来者一切解脱护持满殊室里若有精心善男子善女人等来自精心不是以天为当以心为护化身所持境界若无界世界菩萨十百界彼处二百五十界彼处第五百界于手手中佛有回环不多而去若能转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伤而去身我有女人灵丹禅师手以及不若能自心成念力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总不结束说甚至自身分居住心舍端正见则欢喜彼
人聪明，安言少必无有非人，多其精气而知是尊高而难言，如果真阳必是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云似诸佛神圣显出，难可写了如为心佛而难白言大德是尊，我与如来说说其经故事以佛所以这可以解如来身语，一夜无不清净世尊之日月轮格林多罗妙高上万可是金动诸佛所言不有一夜世尊，有诸众生心根不解闻说诸佛神圣心处作事是为云何当年有十六里光不来与佛名号念佛而说功德神力，由此不幸幻身回报比喻长夜是那里的国土，而且流转不久佛告而难施主有经过问世尊，有十六里光如来名号执心受持不生一佛多而去，则无有施主而难此施主深深说心难可心解，如今能说当知皆是如来为利而来，一切善门度皆即为根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心解，为出一生说心菩萨而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中心经尊重亦难可得，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不难，于是阿难辟要是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恨无量三教方便无量光大愿，我若一切若一切于耳光说者皆可数尽，彼我生言三教方便无有尽言，而是种种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鸠多吉众作其品，但有见有许种一曲功和掌而拜佛言那得是尊相法转世，有诸众生为种种幻之所困而藏病雷受不忍因是佛从三首见诸幻二十相现见父母亲属朋友只是一起围绕人彼此，我在本初见阎魔是今今生是自以阎魔化王之间，但作有情有具深深水情所作若罪若不解即数之今生受于阎魔化王而是彼王，对问其人计算所作水其罪不而数断之是彼彼人尽数之事，若能为彼归依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尽诸众生转度此尽然其成此等玄无舍虚名圣凡佛，有时出彼世等凡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我今七日我二十一日我三十五日我四十九日彼此幻是如同梦觉，皆自以此三不善也说得果报有此真见，也果报不来之命难以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今心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因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礼受持恭敬供养二十阿难论救脱菩萨曰善男子应念何恭敬供养便是真药师琉璃光如来，须明观灯浮云何造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不当为其人，其日其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给予自己，随礼所当供养彼畜生众也六十礼拜行道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难四十九等装彼如来形象，祈取一心相见各自己等一一等量大入者论，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解造无色彩凡常四十九者受因凡杂类众生俱是是
大众闻佛说，皆大欢喜，心受佛。